好，等下台湾继续关心总统选战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副手赖佩霞，今日台北联署总站是正式成立。啊，不过因为还未收到中选会联署书的规格，联署活动暗算十九才能开始。啊，那民进党郭文铁下晡是要成立台东选铁自由会，即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建议改新闻，讲要改善健保政策的想法。来了才知道说今天还没有开始。对，我来了才知道。早晨分钟，热情的支持者透早去要拼独立参选总统的郭台铭，台北联署总站要写资料，结果却是落空抓，因为中选会联署书还未送到位，联署活动按算十九才会开始。不过郭台铭办公室就一天讲，知影若是顺利整合，都未送惊，引发质疑。嘛传出国民党认为讲。民众党郭文德则是较稳定，会当讲合作的对象，无咧要以郭台铭，敢是要选到底？我们的目的是胜选，是政权的轮替，参选、整合都是手段。国民党有政党推荐的门票，这一张门票要不要坐下来跟在野阵营一起共享？我们会取得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。郭台铭办公室强调讲。郭台铭甲副手赖佩霞无政党的牵涯，有信心会当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。嘛，新增加一个发言人，也就是前新闻台主播陈嘉怡。团队持续扩编，为人数来逼真。伊那个问题是伫个台东走行程，去当地信仰中心台东天后宫拜拜。妈妈说她希望你当证人，你们什么看法吗？小心哦、喔，她说这样才能做事情啊。郭文德因老母何水英伫个网络节目顶讲讲，因后生参选就是要做总统，未做副手。针对这点，郭文德是无加做回应。因那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，早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接见医界成员。我们也不会演啊，就是哎，这个健保走到今天，要在下一阶段能够永续发展，我们恐怕是要有一番来进行改善的啊，进行改善。啊、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医界大家共同来讨论的。同样要做过医生的赖清德，关心第一线医疗人员的工作环境，提出改善健保政策的想法，希望跟医界共同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